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雪莲说，我就是雪莲。其实今天呢，可能你们已经注意到啊，我的背景有一点不一样，对吧？那就是因为现在我并不是在波士顿，我在纽约，我在我的老家。就是因为明天呢，可能你已经知道吧，如果你看我别的视频的话，然后现在你们该知道，现在我的未婚夫在泰国，所以呢，明天我要飞到泰国去陪他。对，所以呢，对，我今天在纽约，我在我的老家，对，所以我真的很开心哦。我可以看我的朋友跟我的妈妈，真的让我很开心哦。好的，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什么呀？其实在评论区啊，有一个人说他要我看一个视频，一个抖音视频，一个抖音合集，就是黑莲的合集。如果你们不知道黑莲是谁啊，好像就是我查到他，然后好像他就是他做一些抖音视频啊，然后好像他做一些不知道了，他做一些魔法。对，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看黑莲好吗？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看黑莲的合集呀，所以对，你们就可以陪我看喽。好的，所以现在我们开始喽。这是什么？哎，做什么？他这么做啊？有点太小声了。那好多了。哎，这么做啊，真的太酷了。我真的不明白他怎么做这些。干嘛？这个有什么？有，我不懂啊。这个有什么好的？就那个刚刚，其实我不知道发生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哇！干嘛？啊！我真不知道他怎么做。希望是这样，对吧？
我要这大把大把家的全部都给你，并不是为我自己。月亮的我很喜欢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些关于月亮的。化作蝴蝶飞舞，天空无色，蝴蝶飞舞，真的好可爱。好，我仔细的看他做什么。啊，这么消失。Y'all gonna make me act a boo up in here. This 还好啦，我非常喜欢那些关于月亮的，好浪漫哦。Baby, 笑到你穿着汉服，和你一起做过蓝色的梦。Baby, 我们珍惜每一分钟，陪你度过每个春。看女朋友是同命的吗？他会做什么呀？不是，哎，哦，我那个好像我没看清楚啊，我错过了。啊，是那个，好的，哇。好的，所以我们看完了呢，就是我第一次看黑脸的视频啊。其实我看这些视频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做啊，这些魔法真的太酷了。你们知道他怎么做吗？其实在评论区你们就可以让我知道你们觉得黑脸酷不酷啊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们知道的话，在评论区里也可以让我知道他怎么做呢，就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了。特别是那些，其实我刚刚说了嘛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些月亮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觉得哪些食品是最好看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也想知道啊，他的脸的样子看起来怎么样哦，对吧？我真的想知道啊。其实我觉得他这样做就是
没有让你看他的脸，其实我觉得其实很非常非常的酷，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有一点 mystery 的感觉，对吧？就是有一点 mystery， 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蛮好的。好的，所以今天呢，其实我现在我有准备哦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我很快要去泰国，对吧？所以我很多东西啊，很多事情我要准备好。好的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到这儿啊，所以我爱你们。那如果你们还没有的话，你可以关注我所有的频道啊，对，所以有别的要说吗？没有，好像。对，排到这里啊，我爱你们，拜拜。